回钓的鲢鱼做个剁椒鱼头，葱切丝，葱丝姜丝，来点料酒去腥。哎呀妈呀，这片没法拍了啊，金导在后面抢镜。好了，腌制十分钟就可以了。咱家金导是越来越不务正业了啊，一个导演不去拍视频，在那儿干厨子似的。这个用水泡一下，洗一洗。这辣椒不是特干的啊，是属于半干型的。这个炒牛肉老香了，黄瓜干放到这里啊，蒜末、辣椒油，虽然是黄瓜干啊，但有那个黄瓜的味道，很浓烈的黄瓜味。来点香油，再来点香菜哈，手撕香菜啊。这种菜呢，到外面吃饭啊，如果遇到老板心情好，都能送的那种啊。腌好的鱼头，把这个葱姜全部拨到一边，这样放到上面。这个剁椒是我事先炒好的，这剁椒真香。刚才剩的那个生姜不要浪费了，铺到上面。吃鱼呢，这个去腥这一步骤千万不能马虎，盖上盖盖，中火烧四分钟，小火再焖八分钟就完事了。你之前做的？嗯，肉饼。我做的全是辣。我负责制咸的。OK。一勺蒜末，葱姜，牛肉。干辣椒放进去，这个我们不要放盐，只要放酱油就行哈，酱油调味。来一点老抽，哇，超辣超拽饭，绝了，这个啊贼好吃。番茄炒蛋也好肉。剁椒鱼头，맛있겠지엄마另外一对不要呢어하지말라고我要自己이거숟가락써엄마안쓰니까숟가락은응给你换金色的粘的粘吗这些它本来就粘大米啊粘苞米啊粘粘色그래妈妈你看粘粘色그래妈妈你看잘질스럽다고그래서그냥자기왜밥안해야이거묵기막불편하다아버지또밥뛰기시작해요그러면국밥도한번해줄게막소머리국밥막속거리고돼지머리국밥소머리국밥 돼지머리국밥소머리第一次老爷吃饭이거는왜왜这个是蘸汁儿蘸汁儿还맛있는거응蘸汁儿먹으면맛있을거예요맛있다이거는뭐야미역국수미역국수응무슨말이야네진동은요즘저신기한거많이먹어요깐새맛있다黄瓜干응맛있네응어맵다고또아딱거의매운데땡이네요이거한다똑같다아니야내내서가내가찰기찰질서가차가손에홍보도났을거야우리는맵다고엄청매워요와저이걸다저녁에먹었나또이렇게또쏠까뭐이거我不吃怎么个지은이누파야먹나
육파야얇아응난면먹고응응올때삶아가와야되겠어요응삶아가오면낫나삶아가지고얼궈가지고오면돼요 그러려면은그뜬장있지보온장거네농뚱이하는거그거가져야돼네엄마야그거맛있어저거저것도네저게보온장이야그래손에붙어야돼몸에서단맛이다빠졌어요응이미진짜맛있는거야이거저거는 그자리에서삶으면달고얼마나맛있다고설탕도안넣는데응너나도무수는나진짜뭐무수거기다손닦으면은안좋아해국물이좀적은것같아요오늘국물이안나왔어최하영내도요이꼬리는저엄청많아요꼬리는그저왜아빠니또왔어我喜欢有嚼劲的我也喜欢有嚼劲的金龙给你哦别挑食这个海带面饱腹感挺强的吃饱了我的嘴唇都먹거리맛있다那个辣椒我拌着面吃的好辣我最后吃的那个超辣刚开始还行最后吃那一口直接爆汗了다먹나예막두공기먹었어요빨라吃两碗了어야진이몇마리먹는거아니야아무래도내학교에서배불리못먹는것같은데진심이야中午没吃饱啊之前吃饱了不是进来了的吗근데집와서그러면땀나서밥맛잘빼지면되고걱정좀빼지갑자기밥많이먹으면키클라고하는거아니야키클라그래키크뭐또팡해지면서키크더라그럼근데여자아이들은모르는데남자아이들은특별큰아들이있잖아애들이팡하더라그러다가쭉크더라고남자는우리동네있는애들다그래되게팡해진다그랑키큰다어팡해지막그들밥좀밥몇공씩먹을때야팡해져그다음에계속하겠다우리동네그우리동네그런큰아들많아오늘그학교에서나오는데어머야특별큰애가이미치도되겠더라야가나학생이에요학생이야나는엄마하고그딸이나오는데학생이잖아아니잘먹으면큰것같아응예일단영양이따라가야돼그렇게따라가야돼나는예능취할수가없잖아후생이라잖아요후생남아돌고있어요별난다먹으니까뭐然后你也别怕胖妈妈不是专业的科学减肥成功的吗你长大胖了妈妈带你减别怕不要胖得太离谱就行그래아니그래离谱하지않다고저정도는안하지응需要我们的视频点赞关注，三连哦耶！好了，我们每期视频就到这儿，然后我们明天再。